还有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，3.99块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吃了。这个又来我家边上最大的中国超市买点东西了，大家猜猜我今天要买什么？看门口这个狮子啊，球是在里面可以动的。进入这个中国超市的两边，左边会放一些报纸，右边会放一些大家弄的杂志，啊，有些字不能让大家看见，所以说，你看看，我决定把我的书放在这个露头的边上，看看还有别人写的一些东西。还有圣经，我在这儿，我就把我放在了这里。细看好像不是圣经，好像是可兰经。今年月饼好像特别便宜啊，去年都是30美元什么叉叉的，今年只有10几美元。谜底揭开了啊，我来这里最想买的就是这个费雷罗巧克力，因为在别的地方大盒的很少见，这里只要25.99块买一个大盒。最爱吃的瓜子要6.9，买不起啊，我的酱油瓜子。哎呀，只有中国超市里才有这么大的费雷罗巧克力啊，买了一盒。我说我不要收据，但又怕被抓怎么办，他就给我贴了一个小标签99，这样的话我走出去就不会被人追杀了。